对答入流，价值100分。挑战者，贾玲和涛姐正面刚。天哪！好，来，你们两个人交替说东坡肉这三个字，谁念错谁就输。东坡肉，东坡肉，东坡肉，东坡肉。什么？我就说坡肉啊！你先说东坡肉，东肉坡，你要说坡肉东。哎，我家贾玲姐赢，我这练了几轮，没有一轮赢过我。我也不行，不是他俩比谁吃东坡肉快吗？哦，我有规律了。什么规律啊？就是你第一个喊的永远叫东肉坡，东肉坡，东肉坡。不是，没有这规律。不是吗？不然的话玩一辈子。你放心，你去东肉坡，你去试一下。他就是一会儿东一会儿，就是换来换去的。对，没有规律。选择一下，100分啊！想好，东呀，涛涛，坡肉，东坡，涛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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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试完以后你还强一点啊！来，涛姐先来，好，再阿姨，东坡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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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东坡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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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肉肉。哎，错了，涛姐错了，我错了。哎呀，飞呀的潜艇，我们兄妹，我终于赢了一次。他是相声底子呀。他这个很厉害，相声底子。你压谁赢了，腾哥？我压。你有情压是吧？你这是。腾哥要把他改过来了，你们俩内部。我应该整不过他。来吧来。不，他不配，他只配。他只配和刘涛来。也行也行也行。啊，跟小冉。小冉来。小冉姐，我刚试过了，很好。对。东坡肉，东坡肉，东坡。是吗？你俩来棋逢对手来。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 ，OK， 那是不可能的。不，你先来，你先来吗？对，你先来。来，三二一，东坡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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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东东坡。哎，东坡肉，东坡肉，东东坡。哎，最后一轮。也很贵的一轮，200。我也赢了很多了，就不屑得这200分了是吧？不会，也谢。小冉和小宋来比，鱼跃龙门，200分。哇！双方进行过杆挑战，跃的高度更高的那个人获胜。这压腿去，看起来对手比较厉害。哦！我压小冉。我压小冉。哇，这么信任我！小冉他压腿大概1米高，小宋压腿大概10公分高，这个就是能够看出很多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们小宋腿长1米8呀。也是，那你不压我？那你硬啊！这骨关节。来吧，谁先来？小宋来。哎呀，我，哎，这年轻人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。你看，这个太低了。再升高，越过这个。再高一点，再高，再高，再高。就这儿喽。这太高了。没问题。好像。是吧？跟你一般高了都。哎呀。平了，平了。确实平了。什么？小宋来，
要助跑了是吧？啥呀？ 啥呀？ 腿长，我们直接拉到底。哎哎哎！我天哪，这个太高了，我戴着帽子都不丢人，戴着帽子都不挡，踢是肯定踢不过去了，我觉得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 可以哦，这个踢腿可能够不着了，已经。这踢腿有点难了。来个蛮子，就是双手不挨着飞起来。下来变个馒头了。我看一眼啊。你先看我，你们要做什么动作？哎。 哎！因为无法再升高了，这个每人都能。